脑子有问题。等一下啊，我现在就发纪念品，就发纪念品和捐款，不发现金。你们要我啥？等一下，你们等一下，我拆包烟好吧？等一下子，火车劫案，抢劫火车。不对，我拆包烟。三个人哎。谢谢二狗子送了冷光棒，谢谢夜雨送了冷光棒。好了，我来了。这上面的火车是吧？别人会看到我的，能杀人吗？这有保安，我后面有保安。尽量不要杀。三个保安呢？我后面，我这里就有保安，怎么办？我不杀我过不来，我过来了。我操，这边还有个保安。尽量不要杀，只能杀四个是吧？啊，走上去，上火车。啊，谁被发现了？有人被发现了吧？打！杀一个，杀一个。Sorry， 千万不能被发现，发现我们的奇迹啊！那还有一个人。别动，你别动。标记，标记三万七，标记一下。谢龙宇送的了灵光棒，谢不该送的五组了灵光棒。把尸体打包了吧，走，抢劫火车。下来了。快走，尸体包。我这个是不会玩，我这一张我这是从来没玩过。火车劫案吗？下面来。是不是跑到火车头就可以了？我不知道。磊哥，这怎么玩啊？磊哥，要杀那个戴黄帽子的，要杀工程师是吧？然后拿卡是吧？哦，我需要找到一个车厢，需要找到一个正确的车厢。任务提示啊，抢劫钻石店难一点，这个难一点。这个难，这个比钻石店还要难。节奏好慢。钻石主要就是那个整路线。有个工人，戴红帽子的。OK。穿黄衣服戴红帽子。他出来了，在咱们右边。就这个黄帽子工程师可以杀两个。哎，那个白帽子工程师，白帽子工程师吗？可以杀，可以杀。杀打包也行，没事。杀打包，杀吗？你杀我来。打包，打包，打包尸体，来丢过来，尸体丢过来。幽灵，能开门吗？钻机开门啊！开太浪费。哎，我被发现了，谁被发现了？我被发现了。不晓得。当然都被发现了。我操！我把他撞了。钻机一分钟。妈的，硬抢了。这火车劫案有点难啊！这火车劫案。工程师还带枪啊，把他们保安杀了。钱是多，钱很多是吗？包很多，运起来很麻烦。哇，警察来了。妈的，包皮在撬火，包皮啊。对啊，我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。我看运两个钱，我们赶紧走啊。三万七掉了吗？三万七想念的话最好十秒。赶紧进，赶紧进！特种部队，特种部队，特种部队！我天上丢了很多钱，
看到没？用干扰器开。干扰器开。查看摄像头，这摄像头啊。坏了坏了。监控。快快快快！我操！我跪了！我操！哇！我也跪！秒杀！秒杀！被拘捕了。这。